徐旭明。我们的贝斯手 Rumble 陈兴龙。我们的鼓手根池大辅，大辅，他也是台湾的女婿啊，所以他现在就住在台湾。他的中文讲得不错，来讲几句中文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大家好。He's a Japanese. OK， 台湾其实在2004年开始举办这个母语原创大赛，就是非常注重多族群的母语文化，所以每年都会挖掘出很多优秀的族群的创作的歌手，有原住民的，有客语的，有闽南语的。像今天莅临现场的有苏玉涵，她现在也是很有名，得过金曲奖的爵士最佳爵士专辑、最佳爵士乐手。来，苏玉涵，请举手一下。It's a best jazz player in Taiwan.